我是 Angel 黄晓莹，我是香港体操运动员。外台训练即是临比赛前在比赛的场地那里练一次，就在那个练习当中就、做高低杠的时候，在一个不应该甩手的时候就甩了手。回到香港才知道即有几即有几多条韧带受了伤，其实都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伤患。都是身边的人都很支持我，同埋很鼓励我。每一日有几辛苦，或者有成个星期都觉得唉冇进步嘅咧，即系都好沮丧。亦都是自己对体操嗰份热诚同埋嗰个坚持力，我可以继续去即系一步一步咁翻翻嚟而家呢个位置。2019年嘅目标，希望可以再出翻嚟代表香港。